为什么怀疑？跟你们一样，因为两个字，直销。可我的危机告诉我，未来趋势就是网络啊。在更深刻的了解这家公司后，我告诉自己，这家企业我不做，会对不起我的祖宗十八代。那一刻起，我决心要走爱多美这条路。我经历了很多以前没有遇过的事情，因为在经营爱多美的路上，不是只有我，而是我们。所以我调整了我的想法，只有从我们的角度出发，才能够让我们都成功，不是只有我自己的成功。透过爱多美，我认识了全世界的人事物，都大大的拓展了我的眼界及经验。我爱多美让我及我的伙伴都一起成长改变了，从里到外，由衷的谢谢公司，谢谢领袖，谢谢家人，谢谢伙伴，还有谢谢我自己，谢谢大家。